15年前立委选举，我在士林大同区跌倒，所以现在我要在这里站起来。在中山区立法委员这个选举，我就像是媒人婆一样。那哪有媒人婆上花轿的？我恳请选民们原谅我来参与初选，但是我有能力，我有经验。今天有很多英系议员相挺，是跟他们涉猎结盟吗？我信赖，但是不信邪，所以我来了。那选择士林大同区，很简单，其实从哪里跌倒，就要从哪里站起来。15年前立委选举，我在士林大同区跌倒，所以现在我要在这里站起来。在中山区立法委员这个选举，我就像是媒人婆一样。那哪有媒人婆上花轿的？所以这非常清楚，我在中山北松山这个选区，我还是一样，我继续鼓励吴怡农参选。至于提到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选区正面对上何志伟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隐含意义，其实没有。我恳请选民们准许我转换跑道，这是我站出来初选我一直希望来跟我们选民们做报告、做沟通的。也就是说，我恳请选民们原谅我来参与初选，但是我有能力，我有经验，我知道国家需要的是哪一些，我们面临的国家问题是哪一些。当然有很多过程，但是我没有征得党的同意，我不应该对外来说。那我只是说整个的过程我很清楚，很坚定的那转达我的党，让他们知道。我再一次强调后，有完整的小局才有完美的大局。我来登记参选，我是完备了我们党的程序正义。